是来自英国的姐弟组合科尔姐弟，姐姐今年是28岁，身高1米68，弟弟26岁，身高是1米74。多伦多奥会上是获得第10名的成绩，在前一轮的规定舞之后排名第4位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from Great Britain, Sinead Carr and John Carr. 来自英国的姐弟组合科尔姐弟，他们也是目前英国只好转起来，速度稍微受了一些影响，换姿势。结束前的中线步。教练普拉托夫在今年的多伦多奥会上也是成为了曝光率最高的教练。 The technical score please. Their technical score is 26.00 分的技术分，节目内容分。 Program component score please. 25.0625.06。 Care from Great Britain have earned an original 这当中还追加扣掉了一分。 50.06 50.06 分的创编舞成绩，两支舞蹈总分81.04。从选手和教练的表情来看，对刚才的追加扣掉一分好像有点不太理解。在比赛当中呢，会因为他们的动作超